于老师这个重情特别像他的父亲，这不就是随吗？他父亲那个据传说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嗯，只要是眼睛看得见的女人就爱，这叫重情啊。他随他爸爸哦6岁，嗯，就爱上了自己的表妹。嗨，爱上表妹了，那不懂事儿。表妹叫绿茶，绿茶婊是吗？这词儿我懂啊，您别表。表妹，我喜欢你。表白。表妹说不行啊。怎么呢？你是我表哥呀。人小女孩懂。又何况长大之后，我是要嫁给王子的。你瞧，不跟我，你这嫁王子是怎么意思？小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嘛。那是梦啊，怎么就真嫁王子呢？长大之后我会嫁给一个王子。为什么非？我的王子叫独咕咕嘟咕噜嘟子。嗨，您跟他说吧，那就是我。我要嫁给他，怎么就非得嫁王子？你说？因为我觉得我吃饭的时候啊，拿筷子拿得远，这代表什么？人家老人都说了，拿筷子拿得近，嫁了就近；哦，拿得远，嫁了就远。老太太有这么说法。所以长大后我一定会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嫁给王子。这就嫁王子。表妹说话算话。哦，长大后这筷子越拿越远，就憋着这，到最后两根筷子接在一块儿。哎呦呵，长大之后果然。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了。哎，好，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的筷子。嗯，这是小时候啊。当然了，嗯，谦儿哥长大之后也要交女朋友，那这必经之路。有一点很厉害，怎么？结婚之前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这很正常啊。这个女朋友叫彪子。对，我女朋友叫彪子呀。叫彪子。哦。他是一个叉车的车模。对，嗨，我们是通过拍戏认识的，是吗？嗯，很漂亮，是吗？嗯，脑袋上戴着好多的花，喜欢戴花，各种花都戴满了。哦，两个人手拉手走到街上，嗯，谁见都得问一声。怎么问？这是给谁送花圈去？嚯，脸太大了。俩人没事就找一个喝甜水的地方。啊，那是。一个人拿一大杯黑珍珠奶茶，这那前几年兴喝那个，一大杯，有一吸管，对，俩人叼着吸管，嗯，嘟啊，嘟，我这喝呢还是吹呢？这能玩一下午，哦，嘟，这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啊？呛着了，这老这么吹没法不呛着。彪子这呛着了，这些个黑珍珠、啊、顺着彪子那鼻子眼儿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？这满桌子都是啊！谦儿乐坏了。是啊，哈哈，这好难、哎、别吃啊！嘿，行，谁跟你玩了？多恶心呢！这捡起来就吃，彪子看不了了，他也恶心，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上去，是得追呀、啊，把门夺回来。我这彪子抱着门跑的呀，合着。我说怎么叫夺门而出呢？后来两个人分手了，是得分手。他就是您人生中的一个过客，对，赶紧过去吧。哎，过客也是客，该接也得接。好嘛，我这接客来了啊。到后来认识了嫂夫人，这对我媳妇儿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老话说得好，结婚之后非常的。美满幸福，哎，我们是不错。到今天，嗯，谦儿哥跟嫂子开车出去啊，无论到哪儿，车停住了，嗯，谦儿哥都主动的拉开副驾驶的门，让嫂子下车。这叫绅士风度。如果您在停车场看见一个男人主动拉车门，只有两种结果。哪两种结果呢？第一，这个车是新的。第二呢？这个娘们儿是新的。这嗨。反正得有一是新的，是吗？就从俩人结婚之后，谦儿跟我说了，啊，说我现在都不会花钱了。怎么叫不会花钱呢？所有的穿的用的，所有花钱的地儿，都是你嫂子替我买到了。哦，就不用我操心了。这是前些日子在东北演出的时候，他跟我念叨的，就聊天说着话，剧场门口有一老太太，啊，摆个摊儿，哦，卖毛线织的帽子，哦，就小生意。谦儿掏钱买。我干嘛非买？第一，照顾老太太的生意。哦。第二，练练花钱。这好，这也得练。买了3顶不一样颜色的帽子。都什么色儿啊？一个菠菜的，
还有一个韭菜的，啊，一个黄瓜的。我掏钱买了仨绿帽子，是，回家照着镜子戴，还是一顶一顶的试。哦，嫂子在旁边看着的。嗯，其实吧，嗯，你不用买，你说一声就行。没听说过，有这么对话的吗？这个，实话实说，嗯，我确实是很羡慕人家两口子。你看，就这种好。刚才在后台演出，嗯，脱了自己的衣服换演出的服装。哦，于谦换裤子的时候，我感慨了。这有什么可感慨的呢？人家两口子穿的是情侣裤衩，你看，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等等，嘿嘿嘿，等会儿，一样。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，你怎么知道穿的是情侣裤衩啊？这别想。我听高峰跟我说的。嚯，就我也不知道感情。玩笑说玩笑啊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可以逗一逗。这些年有时候心里不顺了啊，不是管着工作也好，还是外界的一些个矛盾，心里别扭。哦，谁劝我都不行，那只有嫂夫人。哦，她劝行。哎呀呀，心里难过，别扭死了。哎，嫂子来了，嗯，一下就把我说服了。怎么那么别扭？这话听着好。哎呀，这痛快，想想都开心。嗯，是吗？嗯，那是啊。哦，当然嫂子有别扭事儿也找我来化解。你们这都互相的呀。德刚你在吗？啊，来一趟，多忙我也得去。那是，放下电话，洗个澡，换衣裳，干干净净的，赶紧去。您这是化解矛盾去了吗？嗯，到这儿一瞧，这是于谦的家。认识，伸手敲门。哦，啪啪啪，您这是敲门的吗？这个你看，你换个声成不成？啪啪啪，听着别扭。啪啪啪呀，你摁铃不行吗？啊，有门铃哈。啊，啪啪啪，敲这缺德门铃吧。啪啪啪啪啪，推门进去吧。一敲门，嗯，门开了啊，嫂子出现在面前。哦，她来了，穿着个超短裙儿。什么场合穿超短裙？在家里边怕什么呢？哦，超短裙儿。怎么叫超短裙？也不是特别短呢。到哪儿啊？到锁骨。嚯，到那不叫超短裙，那叫假领子。嗯，那个上头在锁骨的上头。我问的是下头。在锁骨的下头。还是那玩意儿吗？不是，在这儿。啊，这还差不多。嫂子您好。啊，谦儿哥呢？问我，你来的正好。怎么？刚走。刚走啊？那叫正好吗？进来吧。吃饭了吗？嗯，还没呢。哦，吃豆腐吧。吃什么豆腐？红烧豆腐啊。啊，红烧豆腐啊。哦，还给我弄了一个凉菜。凉菜是？切了一盘金华火腿。这是韭菜。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嗯，你傻呀？什么菜？有一腿。不是你们这关系非搁明面上说吗？这个兄弟，你先吃着啊！啊，嫂子给你包饺子。我还吃饺子？有句老话儿，你听过没有？什么话呀？好吃啊！嗯，不如饺子。哦，好玩啊！啊，哎，可不如包饺子。这啥？您这没有这么逗的。嫂子，我不着急吃饭啊，您找我来什么事儿？对，说正事儿。一说这句话，嗯，嫂子眼泪下来了。哟，怎么哭了？哎，嫂子您别难过，您怎么了？嗯，撂下。有这么擦眼泪的吗？这个比喻一下。别这么比喻，本身就不长这裙子。嫂子您别有什么事您说啊。我也只能问问你啊，你跟谦儿是发小。哦，你要是知道你一定要告诉我。你就问呗。别嫂子您别，好事怪吓人的啊。什么事儿您说吧。对，您问我知道我一定说实话啊。就是你们在上学的时候啊，于谦儿就是每天睡觉前要吃炒黄豆吗？对，你提这干嘛呀？你不是这想起什么来了？这是，我说是啊，那会儿小的时候补气嘛。别提补气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嫂子跟我一说，我是哭笑不得。
说什么了？这个好习惯他一直带到了结婚后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每天睡觉前十斤干炒黄豆，重在坚持。唯一的变化就是结婚后不用那个盆了，那桶装水一桶也喝三盆。每天睡觉前十斤干炒黄豆，一桶凉水，这多大饭量！他为了补气，别提这个。但这个气补太多，他会漏。怎么叫漏啊？一般到早晨6:30左右，于老师开始漏气。我嘟，听，哎呦，他。的令他令定他，不他他令他令定他，我放出一副板儿来，合着，他令他令定他，唐僧到西天去，还有人唱呢。一般到7左右结束，半个小时。嫂子是7:30苏醒过来，好，熏晕了那是，先打磨打磨脸上这些豆面，呵。太恶心了！你们都吃过北京那驴打滚是吧？哎呦嗨！哎呀，您别毁了一位挺好的食品。行了。哎呦哎呦，嗯，还有一个整的黄豆。好嘛，哎呀，没嚼碎这是。行了啊，后来嫂子上医院检查去，说有轻微的脑震荡。好，黄豆崩的那是啊。你这怎么办？嫂子问我，我说我哪有办法啊？没辙吗？这个不好改啊。哦，你除非你吓唬他，怎么吓唬他？你就告诉他，你要再这么放，有一天能把肠子放出来。这玩意儿谁吓唬得住啊？他，你也许管用。哦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哎，就将就。我走了，嫂子真跟他这么说，跟我聊来了。你要再放，就把肠子放出来了。对了，你想，这是骗小孩的话，谁能信这个？于谦那么聪明，哪能信这个呀？根本就没有事，照吃照放。这耗这个，一晃又半年。哦，这天早上起来，他媳妇儿给他做北京小吃。什么小吃？卤煮。啊，就卤煮小肠，拿猪肠子做的。啊，一边洗肠子一边恨。干嘛？你就放吧。哦，我说话你也不信。嗯，早晚你得把肠子放出来。还是这套。我说你。嗯。怎么了？我媳妇干嘛这么阴险啊？今天就有肠子呀。有肠子怎么了？我把这肠子放在被窝里边啊，他放完一看有肠子就害怕了。哎呦，以后就改了。至于吗？把肠子擦擦拿出来。嗯，70多斤呢。嚯，这猪得多沉的这个。哎呦，进屋啊，撩开被窝。嗯，走。呵好，我能让这肠子给撞床底下去。嗯，媳妇儿出来，嗯，包葱包蒜，接着做，看表，嗯，6:30，听屋里边，嗯、听，烫，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门就开了，哦，于谦脸都白了，是啊，不许进来，哦，把门关上了，嗯，20分钟，嚯、哦，门就开了，啊，于谦一身轻松，是吗？媳妇儿，嗯，你老吓唬我，是说能把肠子放出来，对我还不信，他根本不信。今天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真放出来了。是啊，不过你不要害怕。怎么？我把它都塞进去了。我去你的！后来啊，这玩意儿还有连续的呢。要信着说这，我能说好几天，就这多。哎呀，相声啊是最简单的一首形式，是，但是也是最高级的表现手法。对了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有没有这个大褂不重要，哦，有没有这个桌子也说相声无所谓，拿手一指，这儿有一冰箱，你一定会相信这儿有一冰箱，无实物嘛。所以说我们要尽快的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。嗯啊，这个相声除了才艺展示类的节目之外，剩下的就是俩人说一个故事，可不是吗？啊，这故事或者是我的事儿，嗯，或者是他的事儿，我们俩，或者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儿。哦，我们两个之外的人也一定是我们的亲属。哦，因为这样让您觉得故事是真的，它能快，
直接。哎呀，有一个人要拍电影了，要成立电影公司，要拍一个什么电影。这个人呢，家住在山西省太原市什么什么小区，上二楼往右拐那个王先生。嗯，我们成俩外行了，就不会了。就是一句话，他爸爸如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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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假的，可不假的吗？是不是？嗯。再说一个啊，你看这个，这就再说一个呀、啊。您解释半天就为再说一个，我怕他们相信是真的。没有，谁也不信这、啊、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嗯，这个相声怎么能说好？其实就是雅俗共赏，这四个字经常说。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这还辩证的关系。太雅太俗都不行，都不行吗？那当然了。嗯、啊，我跟于谦是朋友。哦，这想说什么？什么叫好朋友呢？嗯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；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。哦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就这种半文言文，我们说俩钟头可以。行，但是明天观众就不买票了，这都听不懂。谁听个相声，最后累得跟种地去似的。所以说，太雅不行。哦，雅到极致不风流。您说的还真对。太俗也不行。太俗怎么不行？大伙儿都懂。我跟于谦是朋友，这回又怎么说？换一种俗的方法。可以。我跟于谦是朋友。朋友怎么讲？于谦吃屎。嗯，我觉得很厉害。那、啊、咱就是很厉害。我跟于谦不是朋友。那又怎么办？于谦吃屎啊，也很厉害。这嗨，可不是就是这个吗？反正于谦吃屎就很厉害。我这嗨。不吃那我一定会有人不爱听。嗯，哎呀，怎么说的这么脏啊？是不好听了，听不了，有人接受不了。嗯，所以说就是雅俗共赏，就取中间掺在一起。嗯，什么叫艺术啊？艺是演员的能耐本事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。哦，有艺无术叫诈骗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个东西这么好那么好，从美学的角度、人文学的角度，你听完我的相声，人渣都变成圣人了，这么好那么好。但是你说门票是一毛钱，观众扭头就走，你就是诈骗，都不爱听，为你花一毛钱都不值，你叫什么艺术？嗯，所以说有艺无术不行啊，有术无艺，你就是个商贩，就是生意人，人就摆个摊儿卖帽子，菠菜色的、茄子色的。好，你就说那老太太呢？啊。那个、只是一个商贩，谈不到义。哎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、哦、啊！你看今天这场演出了吗？嗯，我们这叫师徒父子相声大典。对，为什么叫师徒父子呢？嗯，说明没有外人，都是家里人啊。你看岳云鹏、孙越、郭麒麟、阎鹤祥，是啊，这都是自己人。当然，您各位是喜欢谁的都有。嗯，有喜欢孙越的，对，有喜欢卢猪的。什么有喜欢炖肉的啊？好家伙，拿他当猪了！你、啊、有喜欢郭麒麟的？刚才我下场，我听郭麒麟上场，底下好多姑娘哦哇乱叫的啊！喜欢吗？有喜欢岳云鹏的？那是啊，好几个老太太坐在那儿拍着腿喊。老太太，啊，岳云鹏都是老太太。对啊，你不行，把他们都叫出来，你们看看，你们都喜欢谁啊？啊，都在那儿呢吗？再来吧，岳云鹏、郭麒麟，来，孙越，来啊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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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嗯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我刚才说问有没有喜欢郭麒麟的，有没有喜欢孙越的啊，但是没说有喜欢你的啊。哎呀，哦，你的观众在那个角，谢谢谢谢。其实他们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再一次跟大家见面。为什么先把你推出来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帅一些吧，可能还是。你最近那个进口的那个药还在吃吗？停了，停了。好好好，那你给大伙唱个歌吧。你先唱，你唱完谦大爷唱一个。哎呦，最期待谦大爷唱啊！大家想听什么？什么？五环，我的天哪！饶了我吧，唱好几年了。这个什么十八摸呀？十八摸我不会，我不会、啊、我师父没教我、啊、我教过你 啊教过呀、啊、没有你看你于大妈教的我吗？对啊，小月是我们这儿唱歌的高手，哎，而且还经常愿意自费的出一些个唱片之类的，嗯，出了好几张了，
每张每个歌出一张是吧？啊，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歌给大伙儿唱两句。送情郎啊。说实话啊，除了五环，真的还不会别的了。哎，这嗨。不是出那么些单曲了吗？都，我出那些歌啊，都是送情郎，不是，都是多少情郎，这是表达情感的啊，大家都不爱听的那种。给大家唱两句《五环》，大家一起 happy 一下，好吧？啊！你们自己起个头唱就完了，要我干什么？那大姐情绪还没断呢啊！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，三楼的朋友，哪有三楼啊？有。你看这四个电工了吗？你看，哇，啊，那儿还一层呢。那可不是嘛，他们花钱少，他们啊。对不起，别听他瞎说啊。你看好多人。三楼赠票的朋友们不要介意。哪花钱少啊？都哦，你看，哇，那么多人都亮起来了啊、哦，全亮起来了，特别感动，特别感动，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这样，我跟我师父配合一回送情郎，怎么还有我呀？真的，我看有的网友评论说我师父会的都交给了我们，然后我师父就再也不唱 了、啊、我就忘了，就、啊、送情郎是我师父教的，什么探清水河也是跟您学的，我教张云雷的那是啊，这个咱俩合作一回，可以呀、啊。送调门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啊？稍微的低一点，因为我调门就不高。那就点你啊，好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一步叫你又来呀，二步叫你忙。谢谢。没法合作，你知道吗？隔音还低了点呢。这是再是一再低点啊，再低点。一步叫你又来哟、哦，太低了，真难伺候啊。嗯，一步叫你，这合适，你就照这来就行。您跑这过瘾来了，您我在哪儿都这样啊。我实在是来不了，你唱我跟着你走。一步叫你又来呀，二步叫你愁啊，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绣的本是银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宝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哎，好使啊，好使啊！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，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好吓人，你们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大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
一回头我就看见了王八驮石碑呀。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？只因为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。我呀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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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王老师。王老师，哦，来来来，喝，侯爷来了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喝点水，好好好，接着唱接着唱。我们今儿主持人呢，这是我师弟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这是少侯爷侯震。哎，好啊。因为那个刚才后台玩手机，所以没上来啊。哎，这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郭麒麟演完没有主持人，给我吓一跳。关键是侯爷在后台挨着我们坐那玩手机呢，玩着玩着一抬头，郭麒麟进屋了，屋里边就都愣了。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小月呢？上去了。侯爷，呀呀呀！今儿我得扣侯震50块钱。嗯，郭麒麟在那儿呢吗？郭麒麟，郭麒麟，哎呦，来大林，大林。爸爸爸爸爸爸，哎，这是我从这边介绍，这是我大儿子，哎，啊，我是小儿子。好，再介绍下一代啊。行了，好，没辈儿。郭麒麟是我儿子，是于老师的徒弟。对啊，这个现在好多观众也喜欢他啊，这个倒是也听话，这孩子就是现在我儿子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这个我很着急。好多女孩喊爸爸，我能理解，那俩老爷们你起什么哄？啊！谢谢你，这是手术成功了的，这是啊。你来之前，你师哥刚唱了几句。哟，你要不要给大伙儿展现一下啊？我要展示一下啊。什么？观众们，观众点上。我实在听不清楚啊。刚才不明白。你唱一个吧，好吗？要不咱也我仿效一下我这个师哥，咱们也也送情郎，咱别送情郎，有多少情郎要送啊？主要我这站桌子里头吃亏，爸爸。那咱们唱一什么呢？要不唱一个《照花台》吧？您看看。哦，这是唐伯虎点秋香里边的一个曲牌，对，一个小故事，叫《照花台》啊。好，咱俩唱是吧？咱俩唱。你师父也会，师哥也会啊？那咱一块儿来。咱俩唱。哎，来来来，来着看啊。哦，来儿子，好，我调门可低。我记着你走怎么都对，儿子。哎，嗯，亲爸爸这是。你放心，没事啊。好嘞，来。一呀嘛更二里呀，月了影儿照花台。真是亲爸爸啊！秋香姐定下了计，他说晚八色儿来哟，牡丹内庭前我们多恩爱呀，但愿得鸾凤早早配和谐，哎哎哎哎哎，坐等也不来呀，又等也不来。唐伯虎对明月，止不住的好伤怀。美人哎，秋香。还勾了魂的女裙钗，哎哎哎哎。下面请您欣赏负荆受罪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。哎哎哎哎呦呦，还送花来了。哎呦，您就搁那儿，待会儿我抱家走啊。谢谢您啊。还有驴肉火烧呢。还有驴肉火烧呢。好嘞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真好真好啊，谢谢。还有送东西了没有？哎，上瘾了。刚才是高峰，哎，这口吐莲花不好说，传统相声啊，就费劲，是是，这嘴可又劲了。嗯啊，你看这话筒都湿了。哎，不至于，哎呦呵，至于吗？这个，
让高峰下去休息休息。对，换上我和于老师来，我们再说一段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啊。那是啊，正月十五。嗯，吃元宵。对，吃元宵了。吃了几个？爱吃什么馅儿的？嗯，黑芝麻的。哦，爱吃黑芝麻的。对对，你看看，嗯，有人爱吃盖奶的，有人爱吃巧克力的，嗯，有爱吃什锦的，对，什么红果的呀，哎，菠萝的都有，腰子的，哎，嗯，带鱼馅儿的，鱼香肉丝的，没听说过，面馅儿的 啊，那不就是一馒头吗？那个还面馅儿，食皱的呀，食皱的呀，嗯，爱吃什么馅儿的都有，对。现在我老觉得买元宵没有咱小时候那种乐趣啊。怎么小买元宵有什么乐趣？你看啊，现在都是出去把那店都装好了，一盒一盒的、啊、对，提着就走吧。那可不吗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街上有那个摇元宵的。哦，那手工摇的，得四十来岁往上。你看刚才有几个点头的啊。是是，那就是马路边那个小铺，弄一大笸箩，对对对，那馅儿是切成一块一块的四方小块，没错，撒上水，嗯，搁到笸箩里边，然后搁上那个江米面，对，它摇晃这个，为什么叫摇元宵呢？摇晃这笸箩，在那儿搓，方块的糖蘸上水就粘了，嗯，它在那个江米面里边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最后就成元宵了，就裹上那面了啊。这到南方人说弄汤圆是包的，对，反最起码天津北京咱们是摇元宵、哎、啊，元宵。你看这几个大姐点头了啊。啊，后来我看他们那个可能也觉得这样拽着笸箩累，嗯、啊、还有的笸箩底搁一小轱辘，哦，轴承的呢，在桌子上哗啦哗啦哗啦，呦特别好。那会儿你们家门口有一个，那时候还真挺普遍的。他们家住平房，那会儿印象特别深，是吧？就出他们家院往这边一拐，嗯，就小两口跟这儿咔咔啊做这小买卖，三十来岁俩外地的，哦，就是不辞辛苦，那是真要说他那个孩子才两岁吧，哦，还有小孩，摆两张桌子在那儿煮，那儿吃也行，哦，你买走也行，哦，能买还能吃。那丈夫跟这负责煮收拾，嗯，这媳妇儿哎呀不容易，抱着孩子两岁的孩子，哗哗跟着养，那真是不辞辛苦，跟着摇元宵那个。我印象特别深，就是眼前，是吧？那会儿他爸爸老上那看人小媳妇儿去啊、哎，又有我爸爸这里了。这家长里不短、啊，你爸爸又普通人，是啊，又不是说你爸爸是大企业家，没，我没说那，我岳父是大企业啊，他父亲早晨五点起，你别说这岳父起的。不是你爸爸，就是北京普通老大爷，那这就对了，怎么就不能说了都现在啊？哎，可以，您聊说相声犯法不犯法呀、啊？没有，台是的哦、嗯，台上不能提于谦他爸爸，不像话了，对不对？你父亲是中国相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哎，这嗨，行了，你爸爸看人摇元宵怎么的了？就看呗。那这北京的胡同大爷好事儿啊，就站那儿站着呗，摇烟卷啊，这还遗传着啊。那小媳妇抱着。摇元宵哦，也不容易。是，有时候是他那个丈夫忙去，对，这有吃的呢，这媳妇还得给煮。哦，这两岁的孩子最难弄。嗯，小孩就是你要说还躺那儿不能直着抱的时候啊，啊，月科啊，几个月那个好弄，哥倒省事儿了。就怕这起来他能闹。嗯，你爸爸站那儿看摇元宵是，哎哎，这个他看馋了是吧？哎，多没出息，就站那儿看。嗯，赶巧了。人家半天也没让他哦，按说街里街坊的应该让他是啊，您吃点吗？嗯，人家忙不过来，人小媳妇儿没注意到、啊、你爸爸，哎，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啊！这抱着孩子，这就是那锅、嗯、煮着啊，炉子上面坐着锅，锅盖开着，抱着孩子，这还得摇着元宵，你说人家多不容易？嗯，这个两岁的孩子最难弄，是吧？他不会说呀。啊，还不会说话啊！因为他妈这摇晃着孩子。嗯，赶巧了，那天这孩子肚子不舒服、嗯，肚子不舒服怎么了？你看这玩意儿，这啊，小孩嘛，他不是大人，是小孩又不会说 啊，孩子就拉出一点来。哦，孩子拉屎那么一点哦，哎，把嘚儿就掉到这笸箩里边啊，抱着孩子，哎呀，过小孩嘛，可不就。啊，这要是你那个，你老拿我比什么呀？你想吧嘚儿掉到江米里边是摇啊啦啦，这还摇，就把他也摇成元宵了。哦，而且他这个个儿还最大，拉得多啊，
哇，你爸爸站着，还缠着呢。哎呦哎呦，有于大爷啊、哦，注意到、啊，给您煮几个吃吗？啊，哎哎，对，就等这话呢，煮吧。嗯，拿了几个，搁在锅里煮。哦，水是开着的，是，其中就有这最大的这个，那、啊、肯定有那个。这都能猜出来啊，嗯，煮完之后，哐、嗯，拿罩了一盛，嗯，盛的碗里边浇点汤，是大碗连筷子递给你爸爸，哦，爸、啊嗯，谢谢啊，啊，别客气了，哎，啊，一筷子就把这最大的夹起来了，那是，哦，哟、哦、西、啊，日本人呐，喜悦，喜悦，哪喜悦说这个嘛，哈、啊，吃、啊，嗯，爸爸滋味。这巧克力的不甜啊，没听说过，是巧克力的吧？那个就跟在眼前似的，就这事儿。哎呀，你讲当真的说，人家就是真的嘛。啊，但是老头吃完了，该给钱给钱，那对，必须得给钱。你看人家这个啊，啊就这份素质，嗯，吃屎也得给钱。哎，没钱，别提这个了，您那是不是一般人？要换一别人，嗯，不，这是什么？打起来了，那还不打起来？跟他父亲没有，没吃出来，那是。那个老头那，哎呀，你不能这么说啊！废话，我都那么毕恭毕敬的说、啊、说您父亲，那我对他父亲很尊重，就跟尊重我父亲是一样的。其实倒没错，老头在家里边特别可爱，可随和了，就在家是是啊，嗯，天天在屋里穿小吊带儿啊，吊带儿，老头穿一吊带儿啊，咱们也穿的，就那白色的那个啊，那叫跨栏背心儿、啊，不叫吊带儿啊，那小女孩才穿吊带儿、嗯。老头。原来这个现在是退了啊，原来在银行当行长啊，他是个小领导，对呀、啊、哎，儿童银行的行长，哎，儿童银行的啊，每回上家去，嗯，老爷子您好，好好好啊，坐那儿，坐坐，摘眼镜啊，是，来他喝水，嗯，可疼人了，那倒亲嘛，啊，每回进门看他坐那儿写东西，写啊，好家伙，是一大摞，嚯，我说您这什么样，是日记。哦，写日记，这一大摞，好家伙！啊，有这习惯。我能看看您日记吗？嗯，戴手套，干嘛还戴手套啊？别弄脏了。哦，戴上手套，把头一本给我。哎，这是七八年那天我开始写的。七八年开始有这习惯。七八年开始，嗯，哎呦，1978年，嗯，2月1号。哦，今天我要开始写日记，好，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多好，多好啊！是是。2004年，嗯嗯，我释放了，哎，我又开始写日记了。哦，中间都进去了，怎么个意思？这中间没让看，没让看。嗨、哎，那怎么进去？喜欢这个老头啊啊啊！这真是跟这一家子我们都很好。那是，我跟谦儿哥我们这种感情，我也不用多说了。对，尤其今天晚上我详细的介绍了他们家很多人。哎，对，谦儿哥哪儿都好，嗯，就一样不好。怎么了？太爱干净。爱干净有什么不好的呀？这是一个爱，有点洁癖了。这个人，那就是喜欢干净，那是好事。洁癖啊，洁癖、嗯，过分的干净。哦，过分了。什么叫洁癖啊？清洁的清，嗯，癖好的好。这、嗯，您还不如不解释呢。这个不是怎么说，就是洁癖就完了。就是洁癖。对啊，你比如说有时候朋友不坐一块聚会吧，出去玩会儿去，嗯，他要主动跟我们一块去，我们去。哦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没有主动叫他的，怎么都不带我啊？他去了，告诉你这个脏，那个脏，这不能用，那不能，你看没法吃饭。哦，那外边有时候是不干净啊，还不够他讨厌的了。哦，啊，那回吃饭不就是因为这闹别扭？怎么了？啊，我们那个上北京锦南头大兴往那边渔筏、嗯，渔筏，渔筏，北京锦南头了，嗯、是有一个农家菜。哦，农家菜，都说好。嗯，我们去吃吧，他死乞白赖非跟着。那我跟着凑热闹，带着去吧。好，他打进门问人家农家菜的老板啊，啊，这儿干净吗、嗯？那个干净吗？这个碗干净吗？那个筷子干净吗？问问，你看我们问一句啊，那干净点，他没完没了。我老问，老板脾气很好，是吗？于老师您放心，很干净。是啊，我们这有矿泉水。哦啊，筷子干净吗？嗯，你有矿泉水。好的，盘子干净吗？嗯，有矿泉水。哎，对，碗干净吗？对，有矿泉水。老板脾气很好，是是是啊，嗯，这吃完了，嗯，于老师挺高兴哦，啊，上人家农家院里，嗯，转转，老板养的小狗过来了，嗯，咬于老师的裤腿儿，哦，于老师还爱逗小狗，还、哎，
人家农家菜老板出来了，哦，嘿，矿泉水过来，矿泉水，怎么狗叫矿泉水啊？对，那这有矿泉水，有矿泉水，狗把你这盘子碗全舔过。哎呀，太脏了，这个急了，多新鲜呢，跟狗咬起来了。哎，我跟狗急了，大伙儿劝吧，好，这一劝，好，就狗都撒嘴了，他没撒嘴。哎。我恨得很啊！啊，我们这劝半天啊，最后于老师算行了。是，但是他，就人就怕这个过分干净的人，他肠胃不好。他以前一直清洁吗？就怕这个，哟，坏了！这筷子是狗缩了过的，多恶心！肚子疼。嗯。啊，老板。嗯。你们厕所在哪儿？是，就在那儿。哦，等着。嗯。出来我还要咬狗。哎呀，这还打呢。进厕所，好家伙，先掏湿纸巾。嗯。擦。门把也得擦，那是得擦，都得擦。嗯，打开这隔间儿啊，擦这马桶啊。哦，擦完了不行，嗯，擦完这不就这个不干净啊？啊，还得找一蹲便啊，蹲便又开内门。哎呦喂！哎呀，又出来上内门开开。是，拿纸湿纸巾擦，蹲便那边也擦。哎呀，太爱干净了！我给人刷厕所去了吧我。就这肚子疼的都不行了啊啊！蹲这儿，哎呦，坏了！嗯，这厕所隔断，这门把坏了。哦，农家菜那个，咱不能要求人家跟五星酒店似的。是，是无所谓。门坏就坏了吧。啊啊！于老拽这门啊，别让人进来，就怕拽这门。嗯，老板进来了，于老师。啊，找我没有？嗯，于老师。啊，蹲便也没有，于老师呢？这儿也没我吗？没看见你。我呢？你在门上挂着呢。哎，这嗨，我抓太使劲，给我拽出去了，合着劲儿太大啊！俩手拽着。呦呦，于老师，您这是干嘛呢？我废话，下来了。嗯，什么事儿？我还挺淡定的呢。忘跟您说了，我们这个厕所是收费的。哎，一块钱一次。是。于老气。嗯。你是人吗？对。你拿我们当什么人了？嗯。啊、凭什么给你一块钱？啊、嗯。哎，我这是站起来了。哎，你看了钱不钱不重要，嗯，你这样算是欺骗消费者，哦，这倒不对啊。从屋里出来啊，嗯，你们都评评理，我们都出来了，是车在院子里，我们是准备吃完饭走的。哎呦，陆陆续续上车，他站着啊，他刚才啊，他我进厕所他不说，我都蹲好了，他告诉我收费要一块钱，我告，怎么了？怎么？嗯嗯。就不给。哎，对，再想要都没了。嗯。嗯我们这几个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是快走，快走。哎，对，干嘛呀？躲我？太丢人了啊！我们上车，他也过来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但这是得带我走，能让他上车吗？干嘛？不让上啊？我就站在门口，刘总，走。干嘛？不，不上，不上。这样不行。他这我就得上。对。同着这么些外人，那天确实怨我，怎么？我这抡圆了，怎么打上了？我给于谦一嘴巴，你就那动手了。上车关门，哇、哦，我们走了，给我扔这儿了。哎呦，这其实这一幕在我眼睛里说，其实说实话说，这是我播的不应该。哎，打人不真的，而于老师真是气坏了，于老师，啊，从于法往北京走，啊，谁从于法往北京走？您从于法往北京走着走。多新鲜！您把车开走了，我还不走着走？他打车，人家不让上。那这一裤子谁让上啊？是不是？真的，我你像我开到家，我们走了大概三个多小时。开车，开车。哦，哎呀，到家我就想，我这事怨我了。你看，老话说得好，冲动是蘑菇啊，是蘑菇。人家话怎么说？是魔鬼。冲动是魔鬼，我不应该呀、啊。对，也不知谦哥现在走到哪儿了。嗯，你看看，谦哥往回走吧，肯定得走啊。啊，从于法往回走，嗯，顺着永定河慢慢走啊。哎、嗯，走到了北京城边这儿。哦，于老师想起来，是我可以在河边这儿洗一洗裤子呀。我早干嘛去？我沿着永定河走回来的，我洗吧，洗完了他再回。他到家，你想都半夜了，那肯定的。我、啊、想来想去。就不说这个玩意儿，你不服不行。怎么，于老师这份儿的，怎么又捧我？素质太高了。怎么了我？自己想怨谁呀、啊？啊，怨我。
有我的责任。郭德纲给我一嘴巴，打得对，打得轻，打少了。我是不是也太贱了？我怎么能耐我弄人一车怎么办呢？对吧？我要找德纲去道歉。哎呀，嘿，真的，我感动的都不行了。也就是这个家庭，也就是我，不是、啊，得是您这种家庭哦，得是您那样的父母才能培养出您这种人来。就这浪催的这种，你看，你这就不应该了。我不是，我打刚才我说老爷子这么好，那么好，好家庭，到你这儿你自个儿说的一分钱不值。不是，我打少了，我还得道歉呢。不是，你看，您拿他爸爸来说，那是一个多了不起的老爷子啊！人家行长，懂吗？银行，儿童银行的行长。您老觉着儿童银行怎么就老头在单位，那是一本正经啊，对不对？每天一上班，张姐过来，躺我这儿来。您等会儿，王姐躺我这儿来。不是，不是，您先等。李姐躺好了。你先别说了，这躺你这怎么回事？防恐训练。我是银行行长，万一有歹徒进来劫银行呢、哦，对吧？不能伤着你。王姐来，躺我这儿。哦，赵姐躺这儿来，孙姐躺这儿。是，我躺你们这儿。你起来，怎么干嘛补觉去了？上银行。这么一个高素质老爷子，培养出这么一个高素质儿子，知道吗？他想了一天，我得找郭德纲道歉去。真道去？我要学古人，我要负荆请罪。什么叫负荆请罪？负荆请罪吗？廉颇蔺相如吗？古代的两个人，一个大将军，一个丞相，是为了国家。最后老将军决定，我要负荆请罪。这个负荆请罪，脱一光膀子，把荆条背在身上，去找蔺相如。是到那之后，拿着这荆条，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我错了，就诚心，多高素质的呢？清晨起来，于老师脱个一丝不挂，那是那套洗了，那是。穿上裤衩啊，裤衩啊，往外走去找荆条，找荆条，荆条啊，城里边原来很少有，那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可能河北省保定地区有，它也能入药，它更大的作用是干了之后边框使，那叫荆条啊。你看边框那是荆条，他找那个北京哪有荆条啊？算是城里。好家伙，12月上旬多冷啊，光着膀子。出去找荆条去，找荆条去走了街上，哎呦，对过来大姐，哎呦，这你不嫌冷啊你啊？大姐呀，哪儿有荆条？你看这冻的，冻了嘴都木了。新城啊，大姐说哪儿有荆条啊？你上前面银行看看去，有荆条。什么荆条啊？好，你冷不冷啊？冷，哎呦冷，我也没带富裕的，那怎么办？我包里有丝袜，给你一双吧。丝袜干嘛呀？于老师接过丝袜套脑子上，倒是暖和点。奔银行找荆条去了。一上台阶，好几个保安。哟，化完妆来的。谁呀？你要干嘛？要荆条。要荆条啊？谁让你上这儿来的？是大姐。谁？想说大姐动怒了。大姐，耽误这嘴上。大姐，荆条那抢银行的啊？那没错了啊，打他吧啊！本来想揪衣服，也没有衣服，打吧。对，光着呢。叮咣五四打，打一顿，打完之后，行长，好叫行长。行长在里屋地上正躺着呢。王姐，躺我这儿来。行了，我抢我爸爸银行去了。这来了一问这么事你听错了。再有一个，没有什么死心眼的不见得非得有荆条啊。就说是你拿个棍儿不就行吗？对，随便找。打保安那儿拿一根胶皮棍儿，一样。胶皮棍拿这个让郭德纲打你两下不也一样吗？哎呦，对吧？真棒。于老师带着胶皮棍找我，找你。这郭德纲在哪儿呢？问吧，就请罪啊。可这北京城，于老师啊，就这一天，所有热闹地儿都去遍了。我就穿一裤衩，拿一棍儿。北京所有热闹的地方。对对对。后来问出来了，问出来了，说这个北京南边这儿有这么一个集市，是今天赶集。郭德纲上那儿还给人讲话去了。哟啊，于老师去到，你看我正讲话呢。啊，您在那儿？台下有这么30多万老乡，三十多万人。我正讲话呢，于老师窜上台去了。是德纲，哎呦，兄弟，我错了啊！你打我一下，就把这胶皮棍子拔出来了。你先等一会儿。我这胶皮棍子从哪儿拔出来的？我怎么听着那么含糊啊？你穿了一个短裤。
是，短裤上有一个装置，什么装置？有一口，就算是有一口袋吧，是吧？叫就算是有一口袋，那非有就别的裤衩上，啊，哎，听这动静可不是别的裤衩上，打我吧，啊，我来负荆请罪，是，好家伙，30多万人。把我给臊的呀，那是害臊，赶紧跑啊，你别还跑，我得跑，我从上面跳下来，哦，于老这后拿棍就追我，是别走啊，哎呀，我们俩顺着永定河一直奔南就下去了，我又回农家院了，跑来跑去，眼前可不就是农家院吗，真跑回去了，尤其墙上写了一行字，写什么呀，今天开始上厕所不要钱了，哎，早干嘛去了。下面请您欣赏《富贵人生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哎哎，谢谢。哎哎，听见了啊，听见了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净喊冤枉的。谢谢大家啊，嗯，我得有10年多没来咱们这儿了，12年了，12年了是吧？哎呦，谢谢这位，他在这儿等了我12年了啊。啊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各位了，谢谢啊。站台上这一看呢，嗯，黑压压雾腾腾，得有6000-7000人，差不了多少，是不是？嗯，真是有10多年没来了。咱不是说12年吗？啊，昨天来了之后，我那个贵阳的朋友还说了，你可来了，嗯，盼着您。哎呀，我要请你吃折耳根啊。哦，我说好，好吗？到北京请你喝豆汁儿。哎，这。这来吧，互相伤害吧。挺好，昨天吃的酸汤牛肉什么的，好。哎呀，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美食啊。是，出来就开心高兴，尤其是跟于老师一块儿出来更开心。哦，谢谢您，我们一块儿合作有半辈子了，可以这么说，于老师在我的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。哎呦，您过奖了吧。郭德纲的艺术水平很一般，客气，主要得力于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哎，主要是家人。清本佳人奈何做贼啊。于老师说相声水平很高，你过奖。我们两个人合作，为什么有时候你俩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？嗯，就是于老师把握节奏好。您太捧我了。说相声有一个讲究，嗯，我这句话说完了不能掉在地上，嗯，捧哏的演员就得接得上，这叫默契。你接不上，观众觉得会别扭。对，接这个最好的就是于老师。我也行吧。就举个例子啊，您说，就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盘子，嗯，我无论往哪儿扔，嗯，于老师都能过去。就把它叼回来。有时候也磕在牙上。没有这么比喻的。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嗯，一晃我们哥俩都是50岁的人了。我都50多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0几岁呀，还年轻啊。16岁的孩子到了北京谁都不认识。哦，万幸认识于老师，进北京就碰上我了。得亏有这么一个好哥哥，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。是这样吗？到北京城才发现，哎呦，嗯，这个人生中有很多的知识，哦，这还有知识，咱不见过不懂啊。哦哦，到了北京他得告诉我，我给传授。哎，你要想吃什么，这个东西得到哪家老字号去。哦，那儿好。这个东西是哪一家老字号的地道。哎，叫地道。哎，这个说明什么呢？啊，生活的品味问题，有追求。那我才知道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呐。嗨，谈不到了不起。包括在北京洗澡，洗澡他带着我到一个百年的老字号，叫清华池。对，北京有这么一个店洗澡的。哦，清朝末年就有。是，到了门口，哎呀，啊，高兴了，我今天终于去个老字号洗澡，还很崇敬。之前咱没想到。是吧？我小的时候洗澡就是那种大澡堂子，以前都那样，老字号没来过。
哦，没来过。于老师还给我讲呢，嗯，你抬头看看这块匾，上面有匾，这是清朝末年的一块匾，要怎么叫老店呢？三个大字清华池。对，在这儿洗澡是咱们的身份啊，那就证明你讲究。于老师脱个一丝不挂，你叫洗澡嘛，我还是有点害羞的呀。您没来过呀，谦哥看看我，嗯，哎呀，嗯，脱呀。对呀，我说哥啊，咱还没进去呢，啊，我在门口就脱了，在马路对过，还隔着一条马路。他马路这边给我指，你看那块匾了吗？哦，这练眼神呢。这个马路来回过六趟汽车，就这么宽，大宽马路。哦哦，都脱了就伺候着吧。你伺候着。我给于老师抱着衣服，抱着鞋，是我们两个人过马路。我就光着过马路啊，于老师那个状态真是，哎呀，嗯，嘿，高兴。我就别嘚瑟了，我就还跟大家打招呼呢，哈 啊，我们去洗澡。谁问你了？哎，让那个车过去。对对对，行了，那小孩看车，别指挥了，哪有看车的，都看我了。这时候，等进了清华池啊，于老师的状态就变了。我变什么样了？异常的谨慎。我谨慎什么呀？注视着每一个人。干嘛呀？怕他们偷拍。门口那时候已经上热搜了，我还怕里边偷拍干嘛呀？每一个人他都谨慎地看着大家啊，所有的包间都得把门打开。干嘛？啪，嗯，别动。怎么着？你们几个干嘛的？哦，问问。我们这搓澡的。是啊。好自为之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啪！嗯，你们干嘛的？是，我们这修脚的。嗯，便宜你们了。嗯，这都不挨着。啪！别动！啊，你们几个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。是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我们就在这儿看车的。啊，我又出去了，合着我呀，我这走一过，从后门出去了。哎呀！你别看都是说相声的啊，人生的活法是不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呢？真的啊，不是我一再的吹捧于老师。您介绍，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，方方面面都是摆在前面的人。您怎么这么说？我给你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。啊，您，你看我在后台渴了，喝瓶矿泉水就好了。矿泉水很好，有时候觉得稍微时间富裕，嗯，沏点茶喝。哦，品一品茶，这就是我的人生就足可以了，这就不错呀。于老师不行。我呢？他要喝咖啡。哎，我最近喜欢上咖啡了。你我喝不了，不习惯。我老以为那个玩意儿就是板蓝根。嗨，那还是不一样。你看于老师喝咖啡可大气了，是吗？端着这个拿小勺，嗯，呱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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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搅一搅吗？高兴是，喝吧，喝了我就好了。哎，这好。我这验药来了，我有一件事情特别不理解，什么事儿啊？于老师爱喝那个手磨的咖啡，哎，手磨的咖啡有感情在里头，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。怎么呢？我也不知您哪一位爱喝咖啡，我也不知道谁对手磨咖啡感兴趣。是，我是知道于老师手磨咖啡，我就喜欢这个。为了喝咖啡自己磨。为什么要自己磨咖啡呢？你刚才告诉您了吗？啊，自己磨的有感情成分在里头啊，再喝着就香。这个你打动不了我。怎么呢？喝就喝吧，怎么还得有感情？我出去吃个包子，吃个油条，我还得跟他一块炸一块蒸吗？您这就抬杠了。你看，不理解呀。哦哦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是这个是生活的品味，要的就是这品质。于老师早晨4点就起来手磨咖啡。我干嘛起那么早啊？大户人家啊，一杯手磨咖啡唤醒一天。那倒是，喝完精神啊。于老师还睡觉呢。是，4个管家都站好等着呢。哦，他们早。4个管家。是，那是一般人吗？都伺候我，穿西装打领带，4个人是站着看着于老师。嗯，看看表，到点了。4个人对视一下。嗯，可以了。那意思到点了。嗯。过来给于老师掀背。是，呼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就背部里边都是气儿。好家伙，我这放屁呢在里头。于先生，嗯，4点钟了，是需要磨咖啡了。
哦，这是叫我大户人家，嗯，贵族气势。我哎，于老师这才睡眼惺忪，嗯，哎呀，我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吧？我这个搀起来，嗯，搀到地上站稳当了。哦，哎，四个管家在前面走，嗯，先生，请。我还能走，这四个管家在前面，嗯，我呢，后边跟着这贵族，贵族，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贵族回来吧，别走了。单有一间房间，干嘛？磨咖啡的地方。哦，单有一房间，呵，一个手磨咖啡。嗯，这屋打开了，于老师进来，正当中放着磨咖啡的机器，他就专门预备的。这个磨咖啡的机器，嗯，既简朴又大方。怎么个意思？是两块圆形的石头。圆形的石头，对对 对, 对，怎么放着呀？上边一扇儿，下边一扇儿。啊，您要是拎扇儿，我就明白了。啊，旁边还出了一个棍儿。对，没棍儿扶到哪儿啊？嗯，贵族就过来了。我哎，扶这棍儿。嗯。贵族还没醒呢。嗯，这都差不多了，是吗？哎，管家一伸手，从衬衣口袋里，嗯。掏出一条毛巾来，这个环节是给贵族把眼睛蒙上。明白了，是怕我偷吃。嗯嗯嗯，贵族这才一回头啊，哟，嗯，点了一下头。哦，哎，后边那管家过来了，是照着屁股走，快！哎呀呦，哈哈，怎么踹上了？于老师这才开始，哎，我这手磨咖啡，这是手磨咖啡呀、啊？对 对, 对，我这拉磨呢，这个。磨差不多了，你看咖啡磨完了啊，再续上400斤黄豆。哎，主要是磨那黄豆，你知道吗？咱不懂啊啊，这是个有身份的人啊，是吗？我在舞台上提过多少次哦，说于老师家里这么有钱，那么有钱，嗯，他爸爸如何怎样怎样。其实各位，嗯，那都是我瞎编的，那艺术形式。我上别处去，我也不提这个，唯独到了贵阳了，十多年没来了，咱们说点实话啊。您说，这好多舞台上的事情您不能当真。对了，说于老爷子啊，什么这个有身份了，那个趁钱怎样怎样，那都是创作，那都是编的。他岳父是真有钱，你瞧，我琢磨也该轮到他了。不是啊，说了这么些年，我有点腻了。哎，对，你还有腻的时候呢。我想换个老头啊，行了，换个身份啊，换个身份啊。对，他岳父，哎呦呵，啊，我一说是岳父，我真是啊，肃然起敬。哎呀，哎呀呵，嗯，您这怎么了？这是太了不起了，是吗？因为我跟他岳父是同乡。天津人，他岳父是天津的首富，还首就是有钱就完了。哦，太有钱了，是吗？天津城过去有多少有钱的人，咱不用说啊，啊，咱就说一件事儿。您说，他岳父有钱，但是不住在天津城里。哟，有钱应该住在天津城里。哎，你错了，是吗？说天津城里呀，我有6套2居室，嗯，不叫有钱。啊，这不算什么。有钱得住在天津城外，住在郊外。哎，我不知道谁熟悉啊。啊，天津城外有一个地名叫黄崖关。啊，就是盘山了嘛。嗯，你看这底下有一天津人，他喊上黄崖关。对对对，天津口音。啊，你看看，这是这天津搬到北京去了。哎，这嗨，非得是天津的是吗？黄崖关在天津的蓟州。对。就是蓟县的，是是啊，到了黄崖关，再往西24公里、嗯，就进了原始森林了。离原始森林很近，就在那个边上有一个七进的四合院。七进的四合院，什么叫进？是这个四合院论进，嗯啊，一个院算一进，嗯，俩院是两进，是三进的四合院就带着后花园了，就讲究了。那不是一般的人呢。对对，他岳父七进的四合院，那已经就进了原始森林了吧？他岳父每天七进七出，哎，这好，赵云那是怎么着？你知道吗？啊，天天晚上住在黄崖关别墅，就住在这院里头。但是每天白天还是在天津城里做生意，哦，还在市里做买卖，头号的大买卖家。都做什么买卖？哈，做什么买卖？他岳父垄断了天津所有挣钱的生意。
哎呦，你说这一说垄断就厉害了，这个大企业家争分夺秒，值得钦佩。时间管理很强。你看他岳父早晨四点就起床，是四点，跟我一块起。你是四点半是吧？这都是您说的。哦，对，咱也不知道有钱人生活是这个样子啊。他岳父四点起来，是四点起来把茶叶放好，哦，把水做开，先要泡点茶，先煮200个茶鸡蛋。哎，怎么煮茶鸡蛋呢？卖呀，卖！他这么大买卖，卖茶鸡蛋呢？大钱小钱都得挣。哦，就不放过。哦，我光干房地产，茶鸡蛋不卖了，那差得远。哦，这个也行。四点半啊，四点开始这包鸡蛋煮茶鸡蛋。嚯，哎，差不多将近五点，是油啊就热了。油热了干嘛呀？给人家炸油条。啊，这早点还挺丰富。那当然了，嗯，抽功夫呢把前菜丝儿再切出来，那就是肯定有粥啊。嗯，再等会儿火上来，把豆浆热一热。哦，还有豆浆，这一功夫就得忙活到六点了。那得六点，早晨六点，是是，先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给人家送牛奶，这生意也不放过。那当然了，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呀，好，全是自个儿的。哎，六点半，嗯，开着那电动三轮车，是给小区的孩子们送到幼儿园，接送孩子也管，得管的啊，都不落，得管啊。哎，七点门口帮着维持秩序，有存自行车的。还看车，得看车呀！哦，二分钱一辆。这都忙完了，八点赶到公司打卡。哦，还真有公司是吧？当然了。哦，八点半给新的员工培训，培训员工。对了，九点批复文件，这才正经上班。十点钟开董事会。哦，有董事还有。十一点钟接待国内外的投资方，这就是大生意了。十二点，吃早饭。哎。怎么十二点吃早饭？这一上午忙忙活活的，没有时间吃早饭。你要不煮茶鸡蛋，不至于的。十二点到中午一点这段时间啊，连吃早饭再休息啊，得歇会儿。严格控制时间是吗？到一点了就开始忙了。又忙什么呀？拿起茶杯沏好了茶，放在包里。哦，准备布鞋、白袜子、大褂都拿好了。这要干嘛呀？上小剧场去说相声。哦，还是票友，和这八十也得挣，80块钱一场，要赶到两点钟必须到剧场。哦，两点开演，八点，哎，两点到，然后2:10下场。这孙子给人开场去了，这是。下来歇一会儿，2:30剧场门口摆摊卖13香。哎呦，他这还够他忙活的不够了？那是，出门就唱很方便，是吗？哎，3点来钟视察自己的新楼盘。哦，这又这身份变得太快了吧？这个4点钟啊，到跟前几个村子去搞一些个捐赠。哦，还有慈善。哎、对，你4000万，你5000万，你6000万、哎，这得卖多少茶鸡蛋呢？这个，就都捐了。哦，5点钟飞一样的往回赶，跑回来干嘛？打开冰箱，把冻的羊肉串拿出来画一下。晚上该出摊了是吗？6点准时给大家烤串。哦，那小买卖，哎，他必须得干，都是老客户啊，那是经常的，不能让大家失望。那倒是。7点钟开始骂人，骂人干嘛呀？也城管来了，哎呀嗨，哦，这也是规定的。推着羊肉串的炉子开始跑，哦，这是一回事，人追。哎，8点，嗯，董事会，他就不怕别的股东看见吗？他卖羊肉串，不碍事，得有口罩呢。啊，哎，好家伙，还戴口罩。对，董事会散了，9点推车出去，给人家炒饼炒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毛鸡蛋啊，这都有。哎，这是一回事。是。哎，10点，嗯，河边跳大舞，这还列在日程里头。跟老太太们一块跳大舞。嚯！哎，河边桥底下，这该高兴。哎呀，哎，一直得忙活到12点钟，夜里12点。12点钟打开手机歇一会儿。哦，要刷一刷抖音和快手。看一看短视频。哦，不，要给美女主播刷一些礼物。哎呀，还有这闲心呢。哎呀，工作一天了嘛。哎呀，啊，这个呢就是到1点钟，一点了，到凌晨1点。是凌晨一点的时候，身边所有人都得回避，不让进钱了，不让上跟前来了。他要干嘛？凌晨1点要和漂亮的女秘书聊一聊私密的感情问题。
哎呀，哦，还要聊这事儿。这是凌晨一点钟，一点钟开始，一点十分自己去散步，就聊十分钟啊。这一天太累了，哎，对，太累了，睡女秘书怀里了。哎，一点半出来，上这个快捷酒店门口啊，卖玫瑰花。哎呀，两点往黄崖关那儿赶，回家回家睡觉去。哦，睡会儿就得回来，因为四点钟又得煮鸡蛋了。哎呀，对，好家伙，这富豪的生活太不简单了啊！老两口子 啊，是是是，岳父岳母 啊，三个女儿。哦哟，哪儿有功夫要孩子呀？还，您算算他这时间管理的啊？给女秘书才十分钟。你不要瞎说啊！废话，不要瞎说，这样的家庭才会有这些个优秀的儿女。哦，这都挺优秀嘛，这就是贵族的生活，咱们不理解呀。哦哦哦，你包括谦儿哥到现在我也不理解，有什么不理解的啊？谦儿哥每天除了工作啊，他说相声是为了玩啊，我倒是一个玩的心态，我说相声是养家糊口，人家是玩。哦，哎，除了说相声之外，剩下的时间也都在玩乐当中度过啊，都是这心态啊。每天这几个管家就是得问啊，于老师，是今天咱们玩点什么呀？您看这个，哎，贵族啊，我老这样啊，我老这样。今天游泳吧？哦，还有运动，游泳啊，那精神点。四个管家赶紧给他搜，啊，看哪儿的海面水质好啊？哦，还得上海边。得打，咱们游泳说小区里找游泳池就完了。是，人家得搜三亚好啊，哦，北海银滩呢？哎呦，啊，是蓬莱呀，是威海啊，是青岛，是大连呢？是是，哎，当天的温度。风怎么样？哎呀，海边沙石的纯净度如何？太讲究了。搜完之后，哎，比如说今天咱们上青岛吧，青岛好。哎，这才搀着于老师是坐着私人飞机上青岛，就游个泳。私人飞机啊，你说你私人飞机要借你岳父多方便啊？那是运茶鸡蛋的。那是，到了青岛了，是是，又四个啊管家一站，倍儿精神。哦，海边，这边40个服务员。40个服务员，好家伙，40个女服务员，嘿，站着，哦，等着伺候着贵族。哦，于老师来了，脱个一丝不挂。我怎么老脱一丝不挂呀？不是，你得换游泳的衣裳啊。我回家换完了，好不好？那不叫身份啊。这一溜都站好了，于老师脱光了啊。我得当着女服务员脱。太行了。我跟人逗闷子干嘛？我这光着呢啊！20分钟啊，大伙儿看看，行了啊，我们看腻了啊。哎，对，是穿上游泳裤啊，哎，这一身上下就穿游泳裤啊，多新鲜！游泳吗？头上不戴帽子啊，脚底下光着脚，那你马上就下水了。哎，坐在这儿有个沙滩椅，是啊，吃点水果。哎呀，青萝卜，呵，白萝卜啊，胡萝卜，我全吃萝卜，吃点萝卜。吃点炒黄豆，炒青豆，炒绿豆，炒黑豆。对，吃完黑豆劲儿大。那是那是，喝点凉啤酒，还喝凉啤酒。那是，等等等等等啊！再来根烟，还抽着。我油不油了？我到底享受吗？哦，都得过完瘾。就抽烟啊！这几个管家哈，啊，到最后也实在是，那个您油不油啊？人也着急，我们这个军大衣太冷了 啊！冬天呐，冬天啊，我这就这么嘚瑟着。你看人家他一个游泳裤衩啊，哎，连鞋都没有跟这儿。哎呀，这是身份，这什么身份呢？这几个人实在，您游吧，差不多了，受不了了啊！好好好，啊，游啊，游吧，赶紧，别退，这也行了。咱们呢？哎呀呵，哎呀，你这没穿鞋，这茬给忘了，这才下水。啊，水里边是暖和的，叫天冷水里就水浪一拍，于老师上下一游，嗯，好，这一肚子萝卜跟黄豆啊，怎么了？您各位是有生活常识的，这爱生活常识什么事？黄豆、青豆、绿豆、黑豆，啊，各种萝卜加上凉啤酒在肚子里边，嗯，在水里边上下这么一折腾，是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于老师就泄气了，怎么了？我这是，哎呀。你要问我最佩服的人是谁啊？那就是于谦老师，就这样的。哎呀，
因为这个人没有一丁点说你觉得人有问题，没有，没毛病，哪儿都好，从小就崇拜。是吗？我要能活成于谦那样，我得多了不起啊！羡慕我，真的啊！我在北京那些年，我还租房住呢，人家家就有自己的房。啊，我一直有房，对不对？我后来我终于买个小房子了，夸人家买大房子了，换大的了。咱老看着人家，哎呦，这是我的榜样，追求这个，真是的啊！我就印象那会儿住的平房，在北京租平房住嘛，是啊，我租一小间儿，在北京有个落脚地儿就不错了。对，人于老家那平房都得比我强，住好平房，平房它有一小二楼。啊，小二层，你看看，那就不错呀。他总得高我一头，不至于。哎呀，我那会儿就真是崇拜。嗯，哎，走着走着，哎呦嚯，这是于老师家的小二楼。哦，到了。有时候那会儿赶上嫂子把帘子挑起来，帘子挑起来，这竹竿就掉下来了。这可是个传统故事了。我也没留神啊，啪打脑袋上。哎，嗯，何人如此胆大？嚯啊，嫂子也吓一跳。是哟，大官人。别大官人，哪有大官人？什么玩意儿您这是？后来邻居那王妈妈叫我了。没有，喝杯茶吧。没有王妈妈，那会儿就羡慕哟，看人家这房多好。哎，有个二楼。当然，再后来，于老师开始买那个联排别墅啊，那就别墅了吗？再后来。独栋大别墅啊，那就好了。追求美好生活是了不起的事情，是所有人都追求。到今天，中国说相声，谁也别跟于老师说我有钱，你没有钱，哦，这不算有钱。跟于老师怎么比？嚯，于老师20年前就提前进入了现代化生活，20年前啊，他家里的什么电器啊，所有一切东西啊，什么智能的东西，嗯，比我们都早很多，买的早，太早。你看，我们还。打车呢，嗯，于老师就开私家车了，哎呦，那可不容易，那了得吗？是是是，关键人家开私家车，夸一进小区，嗯，人家家里那个智能家具啊，智能门锁，智能什么就调动起来了。我们还有智能的，主人回来了，哦，告诉你，嘿呀，于老师车刚进小区啊，智能门锁，刚进小区，车刚进小区啊，智能门锁说话了，说什么？欢迎回来，好，欢迎于谦老师回家。你看看，于老师回来了，刚进小区，你们快一点，给谁报信儿呢？他这是什么？我这叫什么话？什么话？这就是给那些个智能电器提醒。哪些个智能电器呀？哪儿全人工的，没有智能的。快点，他回来，快，快点，什么快？你看说话功夫，于老师。到小区楼下了，我还真快。哎，下车，咵，把车门一锁，是往楼门洞那儿走。嚯，一楼那儿人家于家私人的机器人等着接待呢。哦，我在楼下还安一机器人，楼下还有机器人呢。哦，过来把于老师咵就抱住了。抱住干嘛？哎，机器人还扭头看楼上，快快，哎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不单报信儿，还有阻止的，那错不了啊。啊，就是太高科技了。谁安的高科技呀？这是，哎，啊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门哗啦打开了，开了，开门，智能门锁还说话呢，说什么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这是智能门锁说的，是门锁说啊。楼下这机器人也打开了，是，哎，行，你能上去了。哎呵，好，我听他的，弄半天。你看看这玩意哦，于老师进门，哎，坐在这儿，坐沙发这儿，是高兴呵啊，回家了啊，那门都是自动关好。那是啊，于老师松松衣服，嗯，脱鞋是，哎，把袜子脱了啊，一脱袜子怎么样？这窗帘儿，这是自动的挂上，它太智能了。你看，隐私啊，知道要换衣服，看这脱袜子了哈，门帘关上，撩上了，这是脱吧，衣服、袜子、裤子、鞋什么，内衣内裤就全脱了啊，又一丝不挂，又一丝回家了。哦，松过松过，于老师脱个一丝不挂。嗯，你看这窗帘，嗯，合着我就是脚不让看是吗？是哪儿都让看，就是脚不让看。不是，他不光是说窗帘打开了 啊，所有的灯还亮着。哎，这灯还亮着，亮了你管他那个去了啊？对不对？哦，你真是咱实话实说，30层50层那么高，外边谁看得见？
那高那就没有对吧？对，您这是临街，哎，就门面房啊。我临街那不是全看见了吗？看不见呢？怎么看不见？你这个玻璃也是一面玻璃一面镜子。哦，是这么个设置，高科技啊！对对，哎，于老师凑过来，哎呦，有粉刺啊！哪面是镜子呀？合着我看不见外边，外边全看我是吗？这不重要，什么不重重要？贵族还在乎这个，对不对？那贵族就不在乎这个。洗个澡吧。哦，哎，旁边的浴缸说话了，是啊，水温合适，不、哦，水温合适，请，那就赶紧洗吧。于老跑到浴缸里边，是自动的投这些个洗澡用的香料，哦，都有什么香料、哎？西红柿、鸡蛋呢、啊，香菜呀、啊，葱花啊，哦、都下。自动点火吗？也，哎，哎呦，这个失误了，怎么？这会儿水温100度，哎，这还是点火了吗？这不是。要做汤啊，这是是多新鲜呢，一下就烫着了，可不是烫着了吗？但这边它很神奇啊，这不靠谱，家里机器人过来了，打这缸里边哗，这是给于老师捞起来了，别烫坏了，自动抢救机制，你这真很全面，送您上医院。好，一转身啊，嗯，奔门口。哦，到门口这门也开了，自动开，这出来，嗯，走到楼道，是，哎，去，我扔出去了，这什么设置？这是这个机器人不能出门，我能出门，他捞我干嘛呀？他捞你救你哦，给你送走。他回过头来，他得收拾这个楼道的卫生，这是他的任务。擦擦弄弄，收拾把鞋摆好了。是，这双鞋没见过，没嗯。电脑扫描，这鞋不是余家的哟。机器人这手，哭，嗯，变成两把菜刀，啊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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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剁了，把鞋切碎了，啊，拿垃圾袋一装，扔了。哎，这个设置是我设置的，是你设置的。是，这会儿您已经到楼下了，我还自己走下去了。楼下有一个机器人接着您呢，就是您下车抱您的那个啊，是是，我让他接我来的啊，对对对对，哦，他夸给于老师端起来，又拖起来了啊，拖起来了啊，是，就像一个家长抱孩子那样的抱于老师，就那么呵护。哎，怎么叫抱孩子？嗯，家里有小孩都是有小男孩抱起来撒个尿，哎，对，把着那样，哎。他这么把着我呀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！哎，抱着于老师，他是上厕所的模式啊，这是送你上医院，就这么着送我上医院呢？对对对，穿过了5条闹市区，这是宅着道走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啊！而且随着还有音乐，当当了个起正起，那个将当将了个起正起。哎，他们这帮孙子拿我过年了，嗯，是吗，哎？送于老师到医院。哦，哎呀。到医院，嗯，医院也都是机器人的啊，也那么现代化了，只有您有钱才能上这种医院哦，让您选是要老北京风格的医生还是要伦敦风格的医生，这还有区别吗？你看看让您觉得亲切啊，那你要比如说来一个老北京风格的，我是北京人吗？啊，打外边噔噔噔噔，机器人医生就进来了。哦，来了您呢，哪儿不舒服？这位爷别着急，都我们给您治呢啊！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闲着您呢。哎呦，这是太闹得慌了，闹腾给您换一个英国伦敦风格的机器人医生。换一国外。哎，西装领带，小礼帽，戴眼镜，是啊，这行啊，打外边很绅士进来了。哦，来了，这位先生，您哪里不舒服？不要害怕，都有我们了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这是伦敦的吗？这个？这就是所有字儿都一样，味儿不一样，程序是一样的啊。那这闹腾这干嘛呀？躺下吧，啊，给您检查，自动检查您哪儿不好，也是仪器。哎，身上这个不算烫伤，不算，但是给您检查身上别处，哦，发现您的肾有问题。哟，哎，一会儿咔嚓一下子把您的肾给您切下来了。哎，我用它呀，他跟我商量了吗？端着出去了啊，一会儿捧着40万进来了。哎，我卖肾来了，上这儿。哎，于老师高兴了，高什么兴啊？一个肾还可以活呀，那倒是。何况现在我有40万，哦，我要去挥霍。我还是卖肾来了，我花这40万，哎，找一大商场，哦，找一大商场，怎么着？于老师进商场，嗯，买西红柿，买鸡蛋，买香菜，买葱末。我干嘛？我饿疯了是怎么着？不是，刚才洗澡时觉得这味儿挺好。哎，对，我浴缸里有这个，嗯嗯，再买根绳子。
绳子干嘛呀？回去把一楼那机器人捆上。哎，对吧，报复他。哎，这边有卖按摩椅的。按摩椅？按摩椅啊，这太舒服了啊！是是是，调节身体，而且对肾有好处。对，于老坐上面按摩。哦，一分钟椅子把您推起来了。干嘛呀？没找着肾。哎，对，我给切了。这儿转那转，一回头看见郭德纲了。您来了。哎，嗯，德纲，你干嘛？哟，谦哥。您这是我有四十万，我准备挥霍一下。哦，买东西。好，您买吧。德纲，你干嘛来了？您呢？我买双皮鞋，我那皮鞋丢了。去你的吧！下面请您欣赏电影《风云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好家伙，哎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嗯，谢谢。你说你买着半截菜，你上这儿干嘛来？嗯，哎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每次演出啊，弄得都跟进货似的啊，全是礼物 啊， 啊，来就来吧，就别花钱了。是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我喜欢什么啊。是啊，嗯、有一种东西叫转账，听说过。嗨、哦，谢谢谢谢啊。嗯，来到了山东，好开心啊。呵，观众很热情，很爱大下茬啊。嗯嗯，这说明认识咱们两个人，都熟悉啊。嗯，这个。刚才是烧饼跟曹鹤阳这小哥俩，我的两个小徒弟，嗯，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嗯，后来是我们俩人来了。是，这个山东是每年都来的，一年一次。哎、嗯、一年一次。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啊，我叫郭德纲。那么客气啊，真是、谢谢谢谢。嗯，这次来济南呢，我来之前，我其实我还想，我说你先等一会儿，每年都要去。你先等一会儿，哎，好的，跟您商量点事儿 啊， 啊。以后你要不介绍我，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，行吗？多别扭啊，这个就不用介绍了。怎么呢？中国相声界的中流砥柱，姓于名谦，字麒麟。因为这个您啊，于麒麟想什么呀？等会儿吧。啊，我怎么跟你儿子叫一名了？你跟他不一样，当然啊。啊，他行大啊，我行二。我要批评于老师，怎么了？还批评我？真的真的，嗯，你不要像某些个相声演员似的，嗯，在伦理辈分上去找一些个包袱和笑料。您这儿说我呢、嗯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。哦，你看，比如说两个小孩说相声，嗯，一个五岁的，一个六岁的，嗯，站在台上。啊，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爸爸，天天就这叨叨叨说这个，嗯，观众一定会觉得很厌烦。对了，人家不爱听，你俩孩子怎么这么讨厌？就贫，不喜欢。哎，到了咱们这个岁数，嗯，谁是谁爸爸就无所谓了。对，那不行，什么岁数这个事儿也得弄清楚。嗯，姓于名谦，不叫麒麟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。过去的人可是有这个哈。有什么呀？姓张名飞，字翼德。嗯，姓岳名飞，字鹏举。啊，您说那个是字啊？这现在起名字不讲这个了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取消了。您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没有。嗯，太不厚道了，你这。这个我要得跟你们说一声，我小儿子英文名字叫安迪，啊，啊，你不哎，怎么着？你没有英文名字？我没有啊。我没给你起一个吗？你凭什么给我起一个呀？我凭什么不给你起一个呀？嘿，那您的意思呢？起一个也行啊。那就随便，您出门以后你也方便。那您打算我叫？以后你叫乔治。乔治，啊，你姐姐叫佩奇。嗨，好家伙，我们姐儿俩还都是社会人，你看。你没看网上不说吗？啊，小猪佩奇身上纹，掌声送给社会人嘛。哎呀，嗨，哎呀。谢谢吧，谢谢吧，咱就别当社会人了，社会人都让人砍死了。嗯，于谦，于老师，您别客气啊。我那小儿子真是叫安迪，这大伙儿都知道，已经四岁了，是很感慨。
怎么呢？你看一晃，你看郭麒麟20多了，嗯，啊，他都4岁了，这快，真快。嗯，在家我跟他说，我说你长大了，听话，哦，不许淘气，这是教育孩子，不许撒谎，哦，撒谎会长长鼻子。呀，怎么还他跟这么说呀？嗨，你说跟个3、4岁的孩子，大道理他听不懂，还小啊，木偶匹诺曹，对，这是一个童话故事，说瞎话，撒谎，鼻子就长了，对。长长鼻子、啊、大家都不喜欢你啊。教完他之后带他去动物园去玩。好啊，进门看见大象他急了。怎么呢？你不要脸呐、啊、谁呀、啊、撒谎了，说大象这叫童言无忌，这小孩天真，看看他再看看咱们，嗯，老了。那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咱还不老？我认识他那会儿我们都10多岁，还年轻呢。于老师嫩的都不行了。嗨，不至于，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啊，您也轻点掐就好、记得那会儿都爱他哟，谦儿啊，哎呀呵，哎，好嘛，嗯，一会儿、哦、您这掐在水管子上了，嗯，一掐脸蛋他吐唾沫、哎嗨，现如今再回头一看，嗯，都有白头发了，就是年龄大了嘛，土埋到眉毛了啊，到眉毛了、嗯、没听说过，埋过去了，埋到上眼皮了。不是，不对啊，土埋半截了，土埋半截了，对，人是倒着埋的。哎，好，还不如埋在上眼皮呢、这个、哎呀，一晃小的时候就跟在眼前一样。那是，就那么快，真的。我认识他那会儿我才10几岁，这都年轻，那会儿就纳闷，这个说相声的人里边怎么会有这么有钱的人呢？怎么我有钱？哦，啊！我记得他戴着一个大戒指，啊，特别绿，那个宝石叫祖父绿。嗯、哦，哼、啊，你祖父绿、啊？有这么大个儿吧？这不是大小的问题，嗯、那叫祖母绿、啊，让祖母绿的，那还是祖父先绿的呀？这个。家务事我们不管，不，哪有家务事儿 啊？那名字叫祖母绿，正字是祖母绿，没错了，记得特别清楚。这么大个一个，那是真绿。嗯嗯，胸口还带着一个翡翠的牌子，那也是绿的吗？那个水头都荡漾，水头怎么还能荡漾？走进来一看，风油精。嗨，哎呀，我说怎么荡漾呢？这个，嗯，我带着它倒不招蚊子。那是、嗯，像我们这样的小兄弟。大约有7、8个人，就一小撮，就天天跟着谦儿哥混。我大几岁，就是我们的老大哥，对我们真好啊！吃饭他花钱，嗯、就你瞧，又提花钱，喝酒他花钱，应该的，喝茶他花钱，有钱嘛？哪怕去那个地方，也是他花钱。不是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？你以为是哎图书馆呢？嗨，咱就别打哑谜了，来回猜。对我们真好啊，应该这样。兄弟们都听哥哥话，哦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嫖。好家伙，我把上下游都占了。嗯，走，今天带着你们去泡温泉，这可是高消费了。带着我们一帮小兄弟啊，到那儿去，今天还泡不了了。怎么泡不了？锅炉坏了。哎，那是温泉吗？那个、嗯、水太凉了。明儿来吧。好，用锅炉烧的。咱们上别处去玩吧。上哪儿玩去？带着我们上动物园啊，随便去吧。一进动物园，看见大象，于老师急了。怎么急了？你不要脸呐！哎，撒谎了。你先等会儿吧，我的父亲告诉过我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不许长长，我爸爸说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咋我这不是老大又老二了？看这老争经这个就没意思了。谁争经这个？那会儿天天看他花钱，我后来劝他啊，我说谦儿哥，您这个花钱如流水一般，我也不知道您家祖上是李莲英啊还是崔玉贵，你说非是太监不可吗？你看，要不然不能这么有钱呢。啊，哪怕是一座金山，嗯，也会有花空的时候，那叫坐吃山空嘛。您应该干点什么？哦，这是劝我干正事儿。呵，嗯，谦儿哥这点特别好。怎么呢？听人劝，下三滥。哎，下三滥啊？什么叫下三滥呢？谦儿哥决定拿出钱来啊，自己做一个电影公司，要拍电影。
这我刚要下海就干这么大的公司，这就叫魄力。混的，您是捧我，这不是一般的人，这是个畜类啊，拔萃的人。我怎么听着我不像人了？这个畜类，畜类拔萃，畜类，出来啊！我上哪儿去？出来那个畜类 啊，没有畜类拔萃，就是很棒，是吗？私人的公司拍电影并不容易，那当然不容易。首先说，你得有好剧本，剧本一剧之本嘛。于老师有一个朋友就是做编剧的。是编剧还不错吗？哎呦，学历很高。什么学历啊？马小毕业，做麻辣小龙虾的呀。那还不如卖把子肉的呢。不是，嗨，不是，马小是什么文凭？马小，麻省理工附属小学。嗨，哪儿有附属小学吗？那写过很多好作品。有什么知名的吗？写过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专题片啊，叫什么呀？舌尖上的足疗。啊，多恶心呢，这片子拍的，人这戏写的咸丝丝，那就是该洗了，那就是特别棒。这个呀，还写过一个外国题材的电影，名字是罗密欧与罗密欧。哎，俩罗密欧啊，俩罗密欧。罗密欧跟谁？罗密欧与朱丽叶。罗密欧与伽利略。谁伽利略干嘛？罗密欧与祝英台。不对，罗密欧与小白菜。错了。好，罗密欧这娘们逮谁跟谁。哎，好，这太乱了这个。哎，还写过一个古装片，这是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大太监说明天见。这片子怎么太贱了？哎，这次一听说于老师要拍戏啊，拿出了自己心爱的一个剧本。哦，一个文艺题材的电影。嘿，名字很棒，叫什么呀？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嗨，哎呀，不是，这个名字后半截太水了吧？这个于老师感动坏了。是吗？太文艺了。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啊。这是不是按照我的故事写的啊？我就是他娘的蛆啊。什么名啊？这是决定了。嗯，我就拍你这个故事了。哦，用这本子了。编剧说这就对了。什么呢？我保证。哦，只要用我的题材啊，这个一定会成为史上最好的电影。史上最好，那就是说这事儿成型了呗。这就明白了。你说成型了，编剧把这一坨剧本就拿。一坨剧本呢？叫什么？一摞剧本。一摞剧本，这一摞好，一摞没有这么摞的呢。啊，别比划。剧本有了啊，接下来需要找一个好导演。导演很重要。主要是导演嘛。是是。这个导演是一个跨界的奇才。哟，怎么叫跨界呢？最早的时候他是一个律师。哦，怎么不干了？业务太出众，被那个行业所不允许。哎，业务出众应该重用人家。他业务太出众。您举个例子。你看他做律师的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案子要判8个月。哦，这个要判一年。这个1年半。严重。到他手里边啊，最次死缓。哎啊，哦，往回判呢？他给有两个随地吐痰的，经过他一处理，在马路上就枪毙了。好家伙，就地正法了，双手沾满了客户的鲜血。哎呀，嗨，那是别干了，杀人如麻一样。这轰出去，轰出去吧！全世界律师协会说，这个家伙不可以在我们这里了。对了，太残暴了啊！所以出来之后呢，就改行做过一段时间的微商。哦，微商？做微商，做的怎么样？3天挣了70多万。哎呦，那还是会挣钱。他净卖假货呀。卖假货人家挣70多万呢。卖假货人把腿砸折了，保险公司赔70多万。嗨，那跟微商有什么关系？请他来做导演。他行吗？他很愿意。哦，就定下来了。哦，当务之急需要找投资方。对了，有钱才能拍戏呢吗？拍戏得有钱呢。是是是。来了这么一个投资方大老板。他有钱吗？太有钱了。怎么叫有钱？古玩商店趁8家。嚯，卖古玩趁8家店。你要说饭店你开20家啊，不算什么。那小饭店没多少钱。古玩店嗯，开八家。多少钱？古玩2元店啊。2元店有什么古玩呢？
一进门啊，给你一塑料盆啊，咱往里边放呗。走的时候结账或者按金腰都行。好嘛，但是那个盆不能拿走。那盆呢？那盆值7块。哎，好家伙，这古玩还不如塑料盆呢。这老板乐了。嗯，哎呀，卖古玩是我闹着玩了，开玩笑。哦，不是正经买卖。本身我是一个电影艺术中心的副新长。我都头回听说这弦儿，副新长，你没听说过这个身份吗？没有，我听说负心汉。你看看，这个人不接触社会。啊，社会有副新长。这位是山东的山长。山长？这济南的南长。什么呀，这都是副新长。没有，这都叫名吗？副新长说了啊，谦儿，你到我这里来一趟干嘛？我们好好谈谈剧本。哦，要见个面。于谦儿去了。那当然。一进门副新长可开心了。是吗？来了。哎，拖吧。哎，嗯，拖干嘛呀？这是还没电影，还没拍呢就潜规则呀。这个，你看看，净想好事啊。不是什么好事啊，人家一进门有一小鱼池。鱼池是池子里养了这么大的鱼，很多。这鱼是脱了鞋跟袜子泡脚，鱼吃死皮。哦，现在温泉里边倒有这个。哎，俩人一边泡着脚一边聊天。是是，那个小鱼吃脚皮，哎，很舒服。副新长说，你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？嗯，啊，叫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行了。副新长感动了。哦，太棒了。是不是按照我的故事写的？哎，怎么这还有人抢了？跟我，你看，二曲相争必有一伤。这谁跟他争啊？啊，不争这个。好的，这个戏我决定了，我来投资。听见什么了？他就给钱了。你看，开瓶酒，咱们庆祝一下吧。哦，还热闹热闹。俩人擦脚，穿鞋穿袜子，坐边吃饭。嗯，开瓶酒，菜来了，热气腾腾，一大盘子放在中间。什么菜呀？红烧小鱼儿。哎嘿，这时候吃这个一吃咸丝丝儿。哎呀，哈哈，哦，嗯，不错不错啊，味道好。吃饱喝足了，嗯，于谦说：“咱们再泡泡脚吧。”哦，副新长说：“泡脚可以。”嗯，鱼可没有了。那鱼呢？咱们都吃了。哎呀，太别扭了，这个万事俱备啊。接下来需要找演员，演员很重要。找了一个女一号，女一号找得很漂亮吗？一般。怎么一般呢？女一号找了一个模特。哎，模特就很漂亮了。车模，你不懂，车模更漂亮了。叉车车模。叉车还要什么车模啊？那个气质相符，气就老往外面那么舔着。那是那是啊，哦，还行。这闺女反正就是，嗯，就是有点罗圈腿。哦，这个在衣服的版型上找一找，看不太出来。怎么找也找不回来。他穿什么那么显啊？他这个罗圈腿，他穿个旗袍啊，腿在外头。嚯，坐在汽油桶上了，这女的，背上个发动机就是一辆车呀。好，改车轱辘了。嗯嗯，这个脸长得能看。哦，好看。哎，要是去整容吧，2块钱就够。那就不用怎么整。坐公交车1块钱到那儿，大夫说弄不了，1块钱回来。好家伙，没有什么整的必要了。这是别的女孩笑起来很好看，那她呢？看起来很好笑。嗨，是不怎么样。所有人都不同意啊。那是谦儿说就用她了。我怎么那么坚持啊？我喜欢。为什么？我还没玩过独轮车呢。哎，好，这叫什么理由？这是这个女一号就凑合了啊，凑合。男一号得找个好的，得互相弥补一下。找了一个韩国的小鲜肉，那肯定特别帅。哎呦，这个韩国的演员很棒，是不是？姓朴，这名儿怎么又那么别扭？哎，你看有人乐啊，这啊，你们不能这样啊。怎么？人家这个姓朴，人不代表了什么？因为在韩国，姓金呢，姓朴这算大姓。哎，他这个他姓朴。哦，他那叫什么呀？不成。哎，你看这俩字搁在这姓后头，这名就显得很正直了哈。嗯，后来有人跟他说，说以后你老憋着在中国发展，嗯，就你这个姓儿，你这个一定会引起来这个争议，这闹笑话。你就换一个艺名呗，起个中国名字，找钱孙李挑一个嘛，随便嘛。结果他挑了个钱，钱就听着很富贵了。打这起他就姓钱了。哦，叫什么呢？叫不够。钱不够。哎，我说怎么朴不成呢？你知道，嗯，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。这什么词儿？
不是，你这名太难听了。你别看这名不行，在韩国可是个知名演员呢。啊，有名吗？哎呀，得过韩国金烧鸡电影奖。我做熟让他拿走了。好，咸丝丝，哎，就别提这咸丝丝了。很棒，很棒的，是一个很爱惜羽毛的演员。怎么叫爱惜羽毛啊？就是导演差一点他不拍，哦，剧本有问题他不拍，严谨，合作的伙伴不好他不拍，挑剔，哪怕灯光、音响、化妆哪一个部门达不到满意，他都不拍。那是爱惜羽毛，太认真了，是吧？三岁出道，闲了52年，对，没拍过呀，就一直没拍戏，合着净跟家待着来着。哦，爱惜羽毛嘛，啊，什么爱惜羽毛？每天以喝酒为生。怎么还喝酒啊？早晨一睁眼放那儿一箱啤酒。哦，一箱啤酒多少瓶？那大箱的24瓶。哎，这24瓶啤酒喝完了睡觉，这酒腻子呀。这天早上起来一箱啤酒放好了，一数24瓶满的，刚要喝，于老师来电话了。我找他呀。一接电话把他高兴坏了。啊，哦，啊，哦，怎么着？啊，嗯，吉林大米比黑龙江大米大四米大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嗯，说什么呢？这是吉林的大米啊，比黑龙江的大米大4个米那么大。嗨，这玩意儿谁听得懂啊？废话，我可得会啊！不是，他就这么说啊。很高兴。哦， 哦一高兴，没想到，嗯，脚底下没站稳，咣的一声坐在啤酒箱子上，好，差点摔着。站起来，回头一数，嗯，还剩23瓶。哎，啊，行了，别数了。行了，别数了，这嗨，啊，别数了。嗯，怎么喝都是喝。嗯，啊，大瓶儿的。哎呦呵哈，就没有比划的了，还没开盖呢。行了，不用，赶紧送到医院去了。啊，大夫吓一跳。嗯，嚯，这家伙怎么坐得这么直啊？好家伙，有衣服架子撑着呢。那是啊，拿那个 X 光一照他，啊，坏了。怎么已经上到扁条线了？好家伙，这喝完酒差点上头。那是啊，嗯，用不了了，那就别拍了呗。消息传来，于老师急了， 啊干嘛非得用他？那用谁啊？我自己来。哎，对，我自个儿也能演戏呀。我也可以啊。啊，你们不相信，给我搬箱啤酒来啊，对吗？我什么可以啊？我一气儿我能2瓶都可以。好家伙，对吧？我倒是够宽，是吧？啊，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，要强的人，您废话。我什么可以？我演戏可以，自己花钱呐。对，我捧我自己。哎，啊，自己演是吗？但是导演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导演说你脸上有皱纹。有皱纹这是年龄问题。你跟我想象中的男演员在年龄上啊差1个星期。嗯，导演是不是过于严谨了？你看，给于老师送到美容院，啊，往脸上打一泡尿。对，打一泡尿。谁美容去打一泡尿啊？往脸。外行，好多小姑娘脸上打一泡尿。我就嗨。你理解错了啊？什么？听错了啊？那叫打一针玻尿酸。哦，打玻脸上泼尿，泼尿，泼尿干嘛？不是泼，玻尿酸，尿酸，尿酸的。你喝了？我喝那玩意儿干嘛呀？你怎么知道酸的？谁说酸？山西人的尿吧，是吧？哪儿叫山西人的尿，啊？山西人的酸的啊？湖南人那是辣的啊？不行，四川那麻的，就不用说了。啊啊啊，那针的名字叫玻尿酸，打完之后脸平整了，就是管他用的，万事俱备啊，可以开机了啊，这就可以拍了，大型文艺电影哦。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人家的蛆。哎，行了，明白，知道了。这个故事很简单，嗯，发生在古代的一个爱情题材。我喜欢这题材，王子爱上了公主。那我们都演什么呀？哎，那个模特扮演的就是公主啊，女一号。您扮演的就是王子。嘿，我这男一号。王子的名字叫嗯，嘟咕咕嘟咕噜嘟子。这个尽量在台词里少出现。哎，啊，第一场戏就是站在山的拐角处。哦。王子呼唤公主，我叫他。各部门注意，嗯，预备开始，开拍。王子说词儿，我的。于老说词儿，好。苍天大地，嗯，老少娘们儿们，啊，娘们儿们啊，老少爷们儿们，有爷们儿就有娘们儿啊。好家伙！啊，我的公主，嗯，我是你的王子，是我的名字叫嘟咕咕嘟咕噜嘟子。哎呀，这台词要合起来，你快出来吧！出来没有，啊？话音刚落，公主出来了，给面儿啊！她可不是走着走，怎么来的？骑着大象出来的，够气派，啊！一看大象，王子急了，我说什么？你不要脸呐！那怎么又来了？这世界很酷。